大家好，我是帅芒果啊。中秋节了啊，这期视频也没啥的，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，顺便来玩玩监管娱乐娱乐啊。好久没打邦邦了，也不知道我这个炸弹还炸得准不准呢。哎，这么快就遇到一个佣兵了，抬手就是一个炸弹啊，吓得他赶紧砸了个板，但是还是被我炸弹炸中了。都说了开局不要跟佣兵死磕，但是我就是偏不走寻常路啊。我是谁啊，对吧，我芒某人就是怎么奇葩怎么来。哎，他这个走位很迷啊，感觉是故意让我炸中的。难道他以为在中秋佳节我会手下留情？别傻了，小伙计，我芒某人要么就不玩监管，玩监管就绝对不会佛系。哟，这护腕弹得够及时的啊，只可惜方向有点不太对呀，硬是把自己弹到了绝路上。好好坐着吧，待会就可以坐火箭上天赏月了，看我对你们多好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看到一个调酒师鬼鬼祟祟想来救人，幸亏我发现得早，想卡半救那是不可能的了。不过在这中秋佳节，我也不会做得太绝，就拿它来试一试我的炸弹准不准的。可恶啊，用了这么多个，一个都没炸中，看来我是真的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最后还是得看我手上这锤子啊！哼，想救人可以，但也不会那么轻松。怎么说，我也能留下一个，就看谁不走运了。怎么说，不敢救了吗？嗯，我擦，咋又来个小医生啊？有点难搞了。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，只要等这个炸弹爆炸，他们肯定会动手救人，要我回头一锤。哦，哎，就是这么简单的啊！佣兵被救了也没关系，再给他一锤，让他暂时起不来。回头把这个医生给绑了。嗯，什么情况？这调酒师还不走，他还想来救医生？刚才那几波炸弹没炸到他，他真以为自己能拯救世界了？开玩笑，就算我菜，也不至于菜到被一个受伤的调酒师当面救人吧？哎，炸到了，他慌了，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。叫你皮，给我好好坐着吧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军工厂的椅子怎么都是背对着月亮的？这也太不人性了吧！坐着赏月都赏不了，这个一定要跟那个策划聊聊啊！等了半天，佣兵终于起来了，医生都快死了，他居然选择了救调酒师。哎，医生终究是错付了呀！原来佣兵的心早就给了调酒师，最后医生只能遗憾上天了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不用太久，我定会把这个佣兵抓来陪你的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我先把调酒师抓来陪你吧，啊，让你们在天上好好打一架。Later。我的天，这家伙居然跑到角落里来了，这不是欺负我腿短吗？这离椅子也太远了吧，太欺负人了。啊，不过好在，虽然我腿短，但是我跑得快呀，想争夺没门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接下来轮到佣兵了，刚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吧？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啊，居然是个调香师。真是巧啊，我还想着该去哪里找他呢，就自己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嗯，没炸到啊。哎，这谁呀，居然在这摸箱子，胆子真肥呀你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先击倒你好了。刚才佣兵已经用过自愈了，那就不用管他了，抓那个调香师去。就剩你一个人了，我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哎呀，我这炸弹也太水了吧，这里好像有机会拿到啊，炸弹炸弹。哇去，这都没炸到，我炸弹是假的吗？可以，很好啊，小妹妹，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定要你尝一尝我大锤的滋味。嗯？哎，在这里放香水，这就下发了吧？我就不打，我等，啊，看你待会怎么办，还给我玩这套，我告诉你啊，没用。虽然我炸弹炸不准，但是我锤子锤得老准了。怎么样，还要挣扎吗？都这样了，还不如早点下线回去赏月喽。来波盲炸吧。哦，哎，这次炸中了，意外收获呀，拿了吧你。OK， 解决了。最后回来挂佣兵，这家伙还真够顽强的，还想找地窖呢你，给我上天吧你。 OK， 搞完收工，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